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
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凄美，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凄美，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弟兄姐妹，大家早晨，我就相信耶稣掌权， Amen。 今天就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 Amen。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再次宣告，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高唱，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耶
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高唱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正掌权。掌权，耶稣，你听到心中的盼望，我就该力量，我就会敬拜你。却不丧胆，因你是我心藏的香平安。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虽经历失恋，仍有盼望，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因你赐下圣灵，使我心更勇敢。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我心依靠你，复活救主。帮助，是的，耶稣，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道路。在磐石上，我虽经历失恋，仍有盼望。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因你赐下圣灵，使我心更勇敢。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
的力量，信心的盼望。我要定睛仰望，仰望你荣光。你是我的力量，信心的盼望。我要定睛仰望，仰望你荣光。再次宣告，你是我的力量，信心的盼望。我要定睛仰望，仰望你荣光。你是我的力量，信心的盼望。我要定睛仰望，仰望你荣光。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救主，虽软弱无力，圣灵帮助，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道路。是的，你的爱，你的爱引领我道路，你的爱，你的爱引领我道路。天父上帝，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主啊，我们要当我们的人继续来去仰望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生命可以得以坚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人，也要求你来去教导我们的人，教导我们的人能够专心的来去依赖主。我们要求主自己来去帮助我们的人，使到我们的人在凡事上，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要在我们所行的一切的事上，我们要认听你，我们要求你来去指引我们人的套路。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人立下这样的心智，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去依靠你，立下这样的心智在我们的生命，我们时时刻刻都仰望你，依靠你。多谢你天父，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们早晨，我们好非常的高兴，我们继续可以在网上，我们一起来去敬拜我们的上帝。所以欢迎大家出席我们今早晨的一个客家堂线上的崇拜。所以今早晨我们要几样的报告，我们要请弟兄姐妹来去留意的。第一样报告就是我们下集礼拜，就是11月22号，我们将要在线上进行我们的新春崇拜。所以我们请听众们，请大家都准备好需要用的东西，我们能够在下个礼拜在客家堂早晨8点钟，我们就在线上，我们准备我们自己来去进行一个新春崇拜。我们也非常的感谢主，我们非常的荣幸，我们能够邀请到启文法师牧师能够在下个礼拜我们的崇拜地方来去进行。所以我们要带着期待的心，下个礼拜我们要一起来彼此的学习。然后听一则报告就是下个礼拜也是从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的崇拜的时间和崇拜有稍稍的变动，
就是我们将要进行四十一十二人的一十的崇拜。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从我们的荧幕上可以看到，礼拜六晚我们将有两十的崇拜，就是雨门堂，就是七点半晚上，然后凡尔堂就是从八点钟晚上开始。所以到礼拜呢，礼拜要怎样呢？礼拜我们要行在仍然好像平时一样，礼拜仍然在客家堂早晨八点钟，然后十点钟就是我们的马来文的崇拜。所以因着啊，用用啊，就因为啊，崇拜要多咯，所以我就计啊频道咧，我就就啊决定我就特别就开咗一只新嘅频道，就系啊一只嘅 YouTube 啊中文施工嘅一只嘅频道。所以我就计凡尔堂，即系拜六晚嘅凡尔堂，同埋礼拜早晨嘅客家堂咧，八点钟嘅客家堂咧，我就将喺海啸在一只嘅啊 YouTube。中文施工跟一只嘅 YouTube 频道来去播放，听听怎么而唔需担心，我调计啊面子书语言技术又来去播放一只嘅啊崇拜，所以我调也希望在下集礼拜咧，我调也将早一啲办一只嘅新嘅一只嘅啊频道 YouTube 中文施工频道来去先出去变态时间。要注重身边资源，适当啊，调佢早一啲来去 subscribe， 或者系来去跟随嘅就嘅频道。所以我调调知道啊，我调嘅中文施工嘅频道啊，已经海啸涌进来。然后我调每集礼拜嘅一集嘅灵修系列，我调一三五嘅一集嘅中文施工灵修系列咧，又喺技术又在我调嘅中文施工面子书，同埋一集新嘅啊中文施工嘅 YouTube 频道来去播放。也同样的洛兰施工的听众们也就也可以在这两集中文施工的频道来去看，也就是洛兰洛上镜也就是智慧。然后接下来第三样报告就是也就是奉献，非常多谢听众姐妹也是爱心的奉献，也就看他看到听众姐妹仍然在中心的来去将也是奉献献上，愿上帝多多的祝福你。所以好像平时一样，我们的奉献仍然是借着网上的转账，还有就是借着我们的 Boost 来去做一集的奉献。所以今天我们的荧幕上将要放出一集的奉献跟一些资料还有其他的 QR code， 所以我们要一起祷告的时候鼓励听众们，我们一起来去奉献。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多谢你自己的恩典，以便我们仍然为蒙福的人。我们感谢主借着你赐给的话语，你常常教导我们人来去学习奉献。主啊，我们求你也时时赐给我们人能够在属天的一集的智慧，使得我们懂得那边人来去管理好我们的财物，一些财物都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的。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人懂得那边人来去善用我们的金钱，在主你赐给的施工上帮助我们人跳过我们人所奉献的，可以坚固主嘅自家嘅施工，可以热扬得释放嘅灵魂。我要多谢你天父，我用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听众们，今早晨我哋要一样嘅事情我嚟推导，我哋要为咗家长、教师同埋学生嚟祷告，因为我知道教师同埋家长一段时间都非常嘅重要，特别因为要网上上课的时候教师和家长都需要一个好好的合作和一个的沟通。我们要祷告虽然在线上来去上课，我们要祷告老师们他们要能够有一个创意性来在线上来去教课，学生也能够好问天的，能够有好问天的情绪，他们要一种的原来有一种好积极一种学习态度，技术能够在网上来去学习。所以我们为日间事情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去上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主耶稣，我们要为着我们的老师们，我们的家长们，以及所有的学生来祷告。我们知道在一段时间，在以前的地方，我们知道在差不多在一年的地方我们好多的学生都需要上借着线上来去上课，老师们也需要借着线上来去教堂一些的学生，
我哋知道当中可能遇到好多嘅问题，有好多嘅压力，好多嘅难阻。听我哋知道，我哋都唔能够来去难阻老师对学生一种嘅热情，也唔能够难阻学生在线上嚟一边嚟学技术嘅学习。我哋要求助而帮助我哋嘅老师们。佢哋技术要系用嘅创意性，佢哋懂得那边用在线上教课嘅时候，佢哋懂得用最好嘅方式，用最好嘅方法来去教导学生来去学习。我哋一祈求祷告上帝，而家祝福一啲嘅学生，佢哋能够在线上接触线上学习嘅时候，佢哋能够专心，佢哋能够体会老师嘅辛苦。佢哋可以借助人用嘅学习，虽然系新嘅方法，但佢哋能够学习享受在当中，来借助线上来学习嘅时候，佢哋一啲东西唔能够难咗佢哋来技术嘅学习。主题方我哋求助自己来帮助老师还有学生们，甚至家长们，佢哋能够在日杂嘅环境学习嘅时候，佢哋能够以彼此嘅来去调节，佢哋也能够彼此嘅来去了解，知道一则嘅网上嘅学习能够造就到学生，也能够帮助到老师，也能够帮助到做家长们嘅。我哋将眼看事情完完全全嘅交托在上帝手中，愿主你大大嘅祝福所有嘅老师，祝福所有嘅学生，也祝福所有嘅家长们。多谢你天父，用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好嘅，弟兄姐妹，今日我哋要准备我哋嘅心，我哋一齐来听上帝嘅话语。弟兄姐妹，大家早晨平安。我哋有日期间，我哋要唔啲响有要多啲时间，我哋要花啲我哋嘅时间，除咗读圣经，响有用 content 书啊，行啲 content 样来唱下啲嘢，生活啲波要啲稍稍嘅休息啊，行啲轻松嘅时间。喺个我哋看天师剧嘅时候，行啲看天人咧，我哋响边个角度，我哋看到最美嘅时候，我哋比较想看到就结局喺里面。有啲时候我看啲天师剧啊，最美啊，男主角啊，行啲女主角啊，要唔该试佢自己，我哋喺咁少喺里面，我就唔中意啦吓。通常我哋只系中意睇架后欢喜街后平平安安咧嚟结束嘅成个天师剧，我哋看佢自己，我哋心里边有特别嘅满意。因为我哋要看轻松，我哋要看嘅只系要就系欢乐嘅一样嘅一只嘅娱乐。我哋点解看到贴唔撞，即系踢散嘅罗尼加贴唔撞嘅时候，我哋要讲到就系美好嘅结局。我哋看结局嘅时候，我哋只系要希望我哋喺生命要就后蒙恩，唔单止蒙然嘅福，我哋要更加期望有蒙上天嘅祝福。所以我哋要看到贴五脏嘅时候，我要提醒大家，我哋检验所讲嘅其实留双十礼拜嘅贴四脏，系要就后密切嘅间歇。所以我哋要看到我哋以下嘅三点礼拜，我哋全部都系讲到保罗，其实写到我哋喺里面回应双十礼拜所讲嘅。我哋双十礼拜其实要提到两样东西，贴就即系讲到保罗主要倾偈嘅条，我避免生发鸡一只言论。我用我哋发出一只圣洁嘅生命，而就喺天则，天则叫讲到恩言在歌善嘅衰了的言，而且形容到我哋生命地步，我哋系面对死亡。所以保罗因为提到嘅叫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一边叫记载嘅保罗提到帖撒罗尼加一班弟兄姐妹嘅叫要喺要言在当中歌善。所以保罗其实要用廿集在天师状喺病主来鼓励嘅调，所以我要检验我哋出来看天点咩，即系讲到我哋生命在结局嘅时候，保罗让我讲我哋系属于光明之子，所以我哋来看啊检验一检验，在天五状天到天五节，一边就讲到弟兄们论到时候。热期不用下先揭你们，因为你们时间绵绵巧夺，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灾难临到废台的妇人一样，他们却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你们不是属黑暗的，也不是属幽暗的。
所以我要看到现在贴一来去笑，其实在贴一到贴五只，保罗用广面之词来形容亚调每一位上先留埋跟随主耶稣基督嘅人。结果到现在广面之词，其实嘅回应亚调在贴四章十三到贴十八只入边讲到，论有事了的人啊，在上礼拜我哋主要学习到，一班衰了的人啊，就系在按摄主法的人咧，佢哋要其实咧去面对到一只后，一只喺啊每后嘅结局，佢喺鼓励佢哋一人。所以当时要提神罗尼加一人，佢哋可能有好奇，哎呀，既然近每后啊，就留一边经文所提到啊，佢哋边提到啊上，佢哋复发啊，又边提到留上帝啊一切嘅面对面啊，哇！一只近后嘅日子到底在末嘅时候。所以俾我哋看到第二节嘅时候，保罗就讲弟兄们论到一时候一阵热气，所以叫讲，所以保罗叫在下边叫用广面之词来解释俾我哋听，一阵热字偷掉落面用。保罗叫讲到一阵热字踢漏拆咁用，但系我哋要咩啊？我哋要咩来了解到一通经文？耶稣在天意拜祭来嘅时候，当然耶稣见咩赤漏啦吓。我哋要看到耶稣天意拜祭来嘅时候，哎呀，前康朝流赤流爱来乌卡，我哋要唔知道件事。像天用者冇，我哋要逐到一终点要去。保罗其实几流，我哋要讲，我哋要唔知道喺在末嘅时候，我哋要唔知道件事。主耶稣又祭来，其实喺保罗嘅爱终点爱所记载提醒我哋每十年。所以当一只日子就好像赤流，我哋唔知道里面。啊！嘅时候两个调卡，所以我哋在警门入边，佢一再再一上来讲到我哋爱见相，所以入边讲到见相咧，我哋主要用一只鸡啊，比较讲到我哋总换要叫喊咗未雨绸缪，主要我哋其实一只故事即系讲到嗱一只苗条雕咁样，佢跌到爱落溪树嘅时候，佢主要去担埋条树皮来铺嘅鸡巢。避免太衰来嘅时候，然后面对到一切嘅麻烦，所以主要讲到我哋要在灾难来嘅时候，肯定我哋要在我要依配来任着啲东西。所以依配一种事，主要我哋要喺固然所搞到我哋嘅，其实一只讲嘢冇系好符合圣经嘅。圣经咧就贴六节、贴五章、贴六节入边。保罗叫强调讲，所以亚调唔会衰旧，像别人一样，仲要见善见笑。其实讲到亚调入边，亚调唔会衰木车，唔会亚。其实讲到亚调唔会留黑暗之子，还是幽暗之子啊？咁样，因为佢条一齐暗暗一衰木啊嘛，因为佢属于黑暗界。亚调跟随主嘅人，亚调属于光明界啊！哎，然而属于光明之子嘅时候，亚调。保罗就讲到，我哋唔会留佢哋一样，仲爱见善见笑，就留微如草木嘅情况啊，咁样。嗱，我哋见咗可能好多时候，我哋要又落水，所以我哋要出屋卡饼，我哋要准备一百扎。所以我哋要一只言一下形容，即系讲到，我哋要希望我哋要扎嘅时候，当落水，我哋就要我哋要出门，我哋可能要出去啊，去小心嘅时候，可能我哋就个腰我哋要扎来避免变水毒到我哋身上。而就主要讲到一见相，而见相起来帮助我哋去存着物嘅心态来迎接主耶稣天意拜祭来嘅时候，一直嘅心态。所以而俾我喺终点，我喺提到一样事，我哋而吞时间检验单单而一人啲 boy， 我哋要看到政治嘅动乱，唔单止有持家，其他嘅极家也要，甚至要打仗，我哋甚至见我哋面对到疫情。所以好多人家就讲到，其实系咪世界乜嘢爱来去啊？系咪耶稣再来嘅时候系咪权害啊？其实啊，在圣经做耶稣已经搞到阿条，佢讲阿条希望看到无花果树爱差唔多大化嘅时候，阿条就跌到一阵热字，喺夏天爱来去。阿条耶稣讲到，喺阿条看到有啲异象，有啲发生有啲事情嘅时候，就表示讲佢再来嘅时候权害。所以其实我就入边，我喺鼓励弟兄姊妹，我就好多时候啊，我就太着重挨着日子嘅时来啊，我就太过着重银用嘅心态嘅时候，我就反而唔晓要盼望，我就反而又带着一只好惧怕嘅心态
来讲得，哎呀，耶稣，我哋惊耶稣爱嚟嘅事，我哋惊发生喺读书前咯。我喺罗明央啊，我喺做乜嘅东西啊？其实呢一边包罗杰一切，就嗱我哋讲，我哋爱就尽配嘅心态。主喺嗱我讲，我哋爱尽配自己一百扎。听讲我哋唔爱，我哋所谓嘅尽配一百扎，唔咩？我哋爱，我哋业师有时掟见，我哋爱一百扎，行啲我哋业师有时掟见，哎呀，乜嘅少来啊，乜嘅少来。一直有影响到我条街神佛，一直廿五尾耶稣基督搞到我条街就先嘅神命地方，我要一只鸡啊入表现。所以一边我条我来鼓励听众乜叫讲到，在贴八只叫讲，我条既然喺属白蕉街现当街见笑，睇下冇，再重复去咯，见笑见想，把先火爱当作呼扇姜炸香，把跌焦跌盼望当作条葵低丧。所以我哋要看到，当我哋要爱来里面来迎接耶稣基督再来咧，其实就系预备好自己。里面预备咧，主要我哋要佢讲到我哋入边主讲我哋要先火爱来当作我哋嘅呼扇炸香。我哋爱上后生命地方要就先扇，做乜嘢要先扇咧？因为耶稣基督要再来迎接我哋，进到天界去，就留天师状最美天十三。到十八節一邊所提到樣樣嘅，所以我哋愛要先善，我哋愛要愛善，即係我哋要在我哋生命地步，唔咩真，唔咩單單即係持家發持家嘅東西，我哋喺彼此來和睦，我哋彼此來愛推睇價，因為我哋喺群體嘅啊生活嘅，然後接下來叫講到，我哋可以用得叫嘅盼望，因為我哋跌到我哋要得叫，所以我哋唔至於有失望。一边提点讲到我哋光明之子，其实佢喺帮助我哋，我哋要焦点去放对啊，我哋唔可以放错唔同嘅地方。虽然我哋讲到，哎呀，你子爱来，连叫我哋爱来尽配压啲喺警门所爱搞到嘅，系冇错。但系好多时我哋太强调，哎，就世界乜嘢啊？我哋太强调，我哋要尽配时间，我哋定义我哋睇个，我哋逐渐我哋时间一百咋。睇个见嘅时候，我哋反而由诗篇入边所讲嘅先善爱善谂埋盼望，所以我哋要嚟留，我哋要听众姐妹讲，既然我哋要盼望嘅话，我哋就应该来好好嘅来将我哋地道入边书前来好好嘅来放上我哋试下心伤，因为在贴贴只入边就变我哋就好奇妙嘅而且嘅奇迹，一边保罗佢都讲耶稣基督佢贴。贴我们是，叫我们无论上作衰作，都与他同发。所以就喺后每后一个结局，所以我喺鼓励弟兄姊妹，一段时间，无论我哋要在乜嘅情况，我哋要都爱要就盼望，要就爱善，要一扎嘅一扎嘅盼望先善，攞埋爱善来唱个生活地波来表现出来。因为就喺我哋讲面之字，一扎嘅后重要嘅表现。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请一段时间啊，在我哋要建架坚固持架，因为我哋要咁样嘅生活，我哋要唔单止喺持架，两位产生所讲嘅，我哋要也喺会作其他人。所以我哋天一点只要看到，我哋要在耶稣基督里边 boy， 我哋要一班成为上帝嘅儿女，我哋要爱彼此嘅来谦卑。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一到十五节。一边主要讲到，所以你们该彼此谦卑，互相建立，正如你们属从所行的。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地位赐怜你们、劝诫你们的，要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各爱敬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要劝弟兄们。爱见佳不笑诡计的人，命里悔善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爱向众人忍耐。你们爱见善，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凡事彼此相待，凡事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我哋主要看到呢一则。保罗佢都搞到几条，佢讲我哋要在彼此谦卑嘅时候，佢天就提到一招系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你讲我哋见啊，在我哋嘅就苏联三样地波，我哋三样地波劳苦的人，系要哪下咧？可能系我哋嘅祖宗啊，可能系要我哋嘅苏联嘅前辈，系可能我哋嘅牧师传道门，
我哋要熟练啲波，用上帝嘅话来坚固我哋每一年。而啲主圣经所讲嘅，我哋要在中间哎牢固啲人。保罗叫讲，我劝你们，若对嘅条，若啲对嘅条喺失恋你们啊，若啲弟兄姊妹，爱来尊重尊重嘅每一年。因为佢条，因为我哋当我哋后咗时嘅话，我哋先做自晓，我哋也有时肯喺度照赞喎。我哋有时嘅话，有五小时嘛，无意中啊，又翻转一啲，我哋之前嘅罪恶罪恶喎。所以一边保罗叫讲到，所以我哋当中，我哋系必，我哋有啲用天用一啲苏联嘅前辈，佢哋可能有后来指点我哋，我哋要对佢哋要牢固，因为佢哋喺在我哋生命当中来做一啲建立嘅工作。其实建立是一只建立，我哋要在向住一只道路行嘅时候，一只好重要嘅基石。所以我哋要在一只学习地步。保罗叫讲，我哋要爱来对嘅要有啲弟兄姊妹爱国爱，唔系单单就系尊重，爱国爱用爱心来尊重嘅一条。所以我哋当我哋在当中嘅弟兄姊妹，无论我哋要在小组，特别我哋要当中嘅客家堂啊，我哋要中文堂啊，无论喺我哋要神教会弟兄姊妹，我哋可以看到大家在嘅就表现地步都要后特别嘅来前行。所以我哋要所成为嘅教会嘅无论喺木栅同工，行啲小组嘅组长，我哋都好多时候只要蒙我哋嘅主人啦，我哋持家弟兄姊妹嘅 end。所以我哋要鼓励弟兄姊妹，希望你要廿礼拜而感受到你嘅组长对你特别。国外界来赞助界，你不妨趁廿礼拜，你可以送一只小小嘅礼物俾佢。肯啲，希望我哋五方片出援界，我哋可能有来send一只短信来鼓励佢，来鼓励我哋位组长，鼓励我哋界，趁我哋当中国外留库界一班熟练前辈们来坚固佢哋嘅信心，因为你就系保罗教导我哋嘅。你要听一只保罗叫讲到，危要趁。你们听们爱见皆不少诡计的人，命里费心的人，富足娘娘的人，也爱向中人原来，也被我看到有四种人，这种是不少诡计的人。就像我头先我所讲的，我就有时候我就要开口，我就有时候就是要照赞，要不少诡计，我就觉得哎呀，教会神讲到娘娘，我要注重，神讲到我就要行行切切啊。我哋有时要咧，我哋要哎呀，我哋要闪啲波后，因为我哋行嘢要吹，我哋行嘢后唔小心翻吹，我哋有时要照阵一下样咧，对照阵到太严重嘅时候，有时我哋要唔小心，我哋要跌到，我哋要见上嘅时候，我哋要行进来，行进来嘅时候，我哋要来向住嚟烟吹，上帝后挤三面我哋，但系有时候我哋当中嘅弟兄姊妹，又唔少诡计到又提步啊，又向我哋嘅我哋嘅熟练前辈要前边嘅人又抵挡，对应一啲人，我哋要落面做咧。保罗讲，我哋要见鸡嘅条，见鸡啊，唔见鸡，意思即系讲用好严肃嘅来去倾鸡嘅条，会作一仗嘅条，行进而在上天嘅光明嘅道路上喺地步。原来我哋要。弟兄姊妹，我哋要学习。有时我哋熟练前辈嚟，佢哋要嚟见鸡我哋嘅时候，我哋要爱要就上觉。有时我哋嘅熟练前辈嚟见鸡我哋嘅时候，我哋要爱嚟抵挡，做乜鸡要银用咗？我哋有时候要得意忘言啊！我哋当银用情况嘅时候，我哋可能要慢慢嘅就沉沦在我哋嘅坠落地步。所以我哋要好多时候我哋需要。我哋要喺熟练前辈来倾偈，我哋，所以一阵我哋要跌到，当我哋要用个变东西，我用个倾偈而嘅时候吓，其实你唔觉得，哎呀，系咩？我嚟电冲危啊，系咩？我嚟攞人作推啊，其实唔咩哦。有人来见偈而嘅时候啊，可能我哋要喺来见上我哋，系咩？要乜嘅东西来跌吹上天？因为一阵保罗搞到我哋嘅，所以我哋唔可以排斥，我哋又唔可以觉得，哦，而来电冲危，而来攞人作推。所以我哋要爱要上帝嘅智慧来帮助我哋。接下来叫讲到天呢种人就系费心的人，我哋当中可能我哋要在生活地步，我哋要考到梦想，我哋要考到我哋可以再数钱，但系见以前来去啦，我哋可能对我生命有啲费心，我原本喺读书嘅，见阿谦又读书，
我用不我去就成意啊，见一去唔到，所以我见一我朝去不冷坑咯，我落尾后我要啲费事，我要少挑用只麦，我条街来比时街，一只街来命呢，我来命呢，我要当众，我落尾来变其实后后街，一只街建议，而就喺天意中年费事街，我要取善病，我要应该去做嘅，天心众即系软弱敌人，软弱敌人佢可能喺后上喺自责一种后上啊。好想就不小心得到。这种人老天中人的不少贵的人要的不一样。软弱的人他可能在自己好多时候在自己的啊我不想犯罪。但是我就是这样得到气。所以好多时候有些人他一讲到他跌到自己犯罪。但是就是不小心不建议可能就干涸的之前但是又得到。有啲人保罗讲，我哋要辅助佢；简单啲嚟讲，我哋要陪伴佢。我哋要去，我哋要生命地步，我哋要善变。希望有啲软弱嘅人，有时候唔小心跌下倒啊，我哋要嚟辅助佢，鼓励佢，嚟出一只笑，嚟将佢拉起来。所以就只讲到，我哋要在彼此当中嘅人，嚟到 T C 中，即系我哋要啊，即系讲到中年，即系其他人啦。我哋对中年爱软弱，做乜计咧？因为我哋要爱心。所以其实我要讲到，你就天一点地步，保罗其实主要搞到我要喺爱罗面发作一只，能够维持性格生命嘅一只嘅搞到。所以我要在天一只入边，我要希望听众们，我要去学习到，在我要爱心上，我要中紧嘅时候，我要唔单止自己要爱啊，要将人爱化作行动，变我要善变经验。无论喺我要倾偈。行啲，我哋要命呢付出，行啲原来，廿啲主喺我才送，我哋要生命地波，我要就彼此命呢嘅就好重要嘅，就嘅生命嘅就表现。最尾即系讲到我哋爱，我哋持续爱来敬拜。我哋天一点，谂埋天三点哦，其实都针对我哋人民来发出一只新嘅生命。一只新嘅生命，唔单止老弟兄姐妹要服侍，老弟兄姐妹彼此和睦，有良性嘅一只嘅生命嘅表现，我哋对上帝也有一只敬拜嘅一只表现。所以一边挨天，一边警门贴五章十六到二十三节，一边就咁讲到：爱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听的旨意，不要消灭心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帝的公论，但爱凡事察验，善为的爱持守，各样的恶事爱禁戒不做。因此，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省心，又因你们的信，又因你们的良和欢，以神子的蒙报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不可。无可自在，我一边咧与一样，边我看到两样事情，所以我有身体到背面一休班段，我哋先所看到休班段，即系唔撞摔跤到呢识呢只，我先讲背面街嚟到自修，或者讲在啊前面街唔撞摔六到摔八只啦，出一边唔撞摔跤到呢识呢只，一边包罗桥讲到唔可以受咩心灵嘅感痛，咪计意思咧，我要跌到心灵喺人头牙掉。我哋唔可以怀疑啊，听住有冇？上帝佢知啊，我哋上帝日都检视检验，系咧有引导我哋喎。新年上帝佢喺引导我哋喺生命，所以我哋有时候啊，新年引导我哋嘅时候，我哋可能觉得啊，唔可以啦，行啲讲我哋，哎呀，就可唔可以啊换配音乐啊？可唔可以换配音啊？其实我哋好多时话新年一切在引导我哋。我哋可唔可以祈切咧？其实入边自己心灵嘅感通哦，即系上帝啊，心灵引导我哋可能做啲东西嘅时候，希望我哋顺服嘅话，我哋可能有成就啲后美好嘅事情。所以入边叫讲到，唔可以消灭心灵嘅感通，即系心灵嘅引导。天意就即系唔可以藐视上帝嘅讲论，即系我哋唔可以藐视上帝嘅话。所以一通经文叫讲到。无论喺心灵嘅引导，还是先啲嘅讲论，嘅嘅基础其实即系讲到，我哋唔可以抵挡上帝嘅话，因为上帝嘅话来引导我哋，心灵借助上帝嘅话来使到我哋生命当中，我里面发出一只新嘅生命，心灵也感动我哋嘅先
超越地步嘅上帝来变，唔单止变当时嘅以色列人，也变我哋建约嘅人，而就系建界嘅书前，一啲后中约嘅花语，而家要讲到来变我哋呢啲嘅引导。虽然系变我哋天就看到位，就系我哋嘅先见，即系我哋嘅啊先。圣灵加咗圣见人同我哋，谂埋加咗上帝嘅讲论，所以一边叫讲到约翰书，约翰书又好重要啊，就系凡事察验。而就喺我哋好重要嘅一篇书前，佢讲到凡事都系察验，我农民察验咧，我哋我要就放太镜，我哋我要就后一只嘅后一只嘅后重要嘅一样书一样东西来察验，又书前到底有咩真理啊，系啲假呀？所以我哋一路尾嚟测验咩？其实只系讲到我用先见计划，保罗嘅知识来提升我哋每一个人咯。无论我哋嘅变少先年嘅引导，无论我在上帝啲杯所讲嘅每样话，甚至我哋去测验亚克书前到底系来自上帝嘅啊，甚至来自嘅就世界嘅啊，我哋一路尾嚟测验，亚一啲全部就系留先见，而就好重要嘅基础。对于留先见要紧轻，所以我呢边保罗其实就留几有讲，我几讲到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几有讲，佢条其实要上帝嘅话，所以佢条要热心，佢条要传福音，佢条也在当中要彼此嘅和睦。所以呢边保罗叫再次留几有讲，今日也又再次来提醒我哋，听住阿妹，我哋爱随我哋爱随上帝嘅话地拜，我要就好重要嘅经历也根基。无论我哋要在我哋生命地步，我哋要特别，我哋要面对挑战啊，我哋要面对到困难嘅时候，上帝嘅话就系来察验我哋，默喺书前去做，默喺书前面对做，然后圣灵里面引导我哋来做默喺书前喺暗嘅，然后上帝所讲嘅话，默喺书前有成就，默喺书前我哋应该爱学习嘅，全部都系指向先见上帝嘅话成为我哋嘅生命嘅基础。也演出咁样，所以啊，保罗叫讲到，希望日经书前喺上帝来认同我调解，日经书前符合圣经咧，日经书前符合上帝所讲嘅每样书前，我哋爱要，我哋爱持守，因为三昧嘅事嘛，爱持守各样的恶事，禁戒不做。所以其实叫讲到我哋生命地方。保罗叫变偶日，而就系后中有嘅，而就系翻本叫讲到我哋一两面。来在生活地位发出一只敬拜上帝的一只生活模式，就是要上帝计划。所以我们教会也好辛苦的，要牧者同工不同的弟兄姐妹来在我们一十五地位变我们的一只年少，所以我们希望我在当中来牧养到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也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听一只我们听一只就是条线来做什么将十啲五脏十六楼十八只，我哋放嚟见一阵讲咧，因为廿吞见门，系一吞我哋生命必须要记得，因为就系上帝嘅旨意，所以听到上帝嘅旨意嘅时候，我哋要来记得廿吞见门。其实我哋嘅前书啲五脏十六到十八只，入边就记载到爱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听的旨意，你那边要记载到，其实我哋生命好重要的一团经文。我觉得一团经文可以成为我哋可以成为我哋贴身落嚟嘅前书一只好好一只终极嘅一团嘅经文。我也希望弟兄姐妹，我哋要常常去记得一团经文，因为一团经文可以成为我哋生命地步，我哋生活好重要嘅一只嘅经文，因为佢讲到。我哋好多少，我哋有门，挨发出嘅世界去做埋咧，挨发出去物嘅仍然咧，亚吞见门又变到我哋就后中有鸡，而就鸡自然爱常常喜乐，不住啲祷告，凡事谢恩。呢一集系先见地杯，其中一吞后中有，我哋要落面爱神发鸡就自然。呢边叫保罗叫讲到，我哋爱常常喜乐。因为喜乐不单止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生命要就带来就好正面的一只的影响，我们要对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也要就好好，我们当然很喜欢看到身边有些好发拍好常喜乐的人，我们对于一些人，一些
有啲人啊，虽然佢唔讲喎，但系你看到佢好喜乐啊，神嘅笑一笑呀。有啲人啊，佢又对，佢又影响到我哋嘅心情，又特别，又特别嘅好喎。所以弟兄姊妹，一只常常喜乐，系一只好重要嘅一只嘅标志，因为我哋要主耶稣基督嘅救恩，我哋要盼望，我哋要信心来发出有爱心，一只喜乐。唔单止对自家有帮助，我哋对身边每一个人也有帮助。不住的祷告，主要讲到我哋要依靠上帝，依靠上帝嘅力量，我哋要照耀一只啊，我哋要唔系靠自家来发，因为我哋到我哋要从人天上行起后啊，面对到我哋要唔能够解决嘅事情，所以我哋要行爱用祷告。所以祷告主要讲到我哋要留上帝爱维持嘅连接，继续好重要嘅又讲到，所以我哋要知道我哋好。祷告的时候，我就向上帝讲：上帝，我依靠你，所以我就成就每样事情，我就要感恩，我就要喜乐。就算我就到最末，我就面对到啲结局，唔系讲好好，但系我老天就会行天一样事情，上帝行起眷顾你。所以呢，就需要帮助我就，一直好重要嘅不住嘅祷告，向我就喺生命内不断嘅依靠我就嘅上帝。最尾就讲到凡事谢恩，我哋要每样事情都系感恩，感恩嘅人又对我生命有美用啊！我最近就要读到一篇嘅文章啊，叫一篇文章啊，其实唔咩出自啊，唔咩一只圣经学者所写嘅，也咩一只嘅基督徒所写嘅。佢讲到有人咯，佢后佢生命佢一早牺，佢每早早晨牺牲嘅时候，佢有多车每样东西啊！佢赦免嘅时候，佢又讲：哎呀，多车要随便嚟赦免。佢食东西嘅时候，哎呀，多车好感恩，好多车我要食不食。佢做工嘅时候，哎，好多车我要审作，好多车我要查数，好多车我还要一份工。佢转到屋企嘅时候，讲：哎呀，好多车我呢平安。佢在每样事情佢存入感恩嘅心嘅时候，佢经过一只礼拜啊，佢发觉到自己嘅生命特别唔同。呢只唔系基督徒写呀。一则其实在圣经底背保罗一早就让我哋讲开，凡事谢恩，每一样东西我哋都系感恩。但系我哋要信耶稣基督一年，我哋要心知，我哋要对我哋所面对到嘅困难，我哋也感恩。我哋也感恩上帝，我哋行在疫情当中，而一边我哋经历到一啲事情，我哋向你感恩。我可能我哋见呀，我面对咗我哋嘅事业，面对咗经济困难，我哋要感恩。上帝是多谢你，我经历到我经济困难的时候，所以以后当我经济恢复好的时候，我要懂得落面来展示，落面懂得来管理我哋嘅钱财。我哋所面对到每样事情，圣经也能够讲，上帝唔要将我哋所五年前担嘅困难加在我哋嘅身上。所以从咁样嘅保罗边我看到，我哋要发出一只上帝嘅旨意嘅生命嘅时候，佢讲到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一边佢做一总结嘅话，即系讲到我哋要常常喜乐，系建立在信心、爱心，攞埋盼望，一只心望攞埋爱，即系成本贴身我哋嘅情书，佢一切嚟一三样事情系干存嘅成本书。我落尾嚟不住嘅祷告，因为我哋到我哋要靠上帝，我哋跌倒我哋唔系方法。我知道我哋能力有限，我哋要嚟靠住留上帝连接，专门凡事谢恩。我哋要除开，为咗我哋生命中一啲好嘅唔好嘅事情嚟谢恩嘅时候，我哋唔会忘记为咗我哋嘅救恩，留埋上帝得使我哋得救之后，我哋蒙受到所有嘅恩典来谢恩。一则系主耶稣基督在。并我哋嘅上帝在主耶稣基督底背，并我哋嘅一只旨意。第一点，我哋看到一只光明之子，系回应到第四章讲到衰老的人，即系安息主法嘅人，我哋要带着物嘅期待嘅心来迎接主耶稣基督天意摆在嚟嘅时候，佢讲到我哋要敬上，所以我哋要时时都要预备。我哋要从先做海啸一热剧，我哋将海啸预备，唔咩在日嘅时候将来预备啊！我哋喺随时预备。天一点，即系讲到我哋彼此
来倾会，谂埋 T 三点我哋去持续嚟敬拜，有两只点喺回应 T 四只保罗所讲嘅，我哋去发作一只新嘅嘅生命，我哋咩我哋唔单止对弟兄姐妹，我哋彼此有一只啊倾会，彼此嘅来忍耐，来勉励，爱来辅助，甚至爱来敬拜，我哋甚至我哋对上帝，我哋去持续都嚟敬拜。作为其实我而家前书最尾一章。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今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也接着一通经文，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从义亚调同在，一直是被亚调一直每后结局的一直好好的滋养，好不好？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接着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带着盼望，带着信心，带着爱心，来将我们的生命来再次在放在上帝的手上，来坚固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有着美好，不单只有美好的结局，我们在一段期间有着美好的生命。我虽面对苦难却不丧胆，因你是我心藏则想平安，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虽经历失恋仍有盼望，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因你赐下圣灵使我心更勇敢，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我心依靠你。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道路，我虽经历失恋，帮助，不
Amen。你是我的力量，信心的盼望，我要定睛仰望，仰望你荣光。你是我的力量，信心的盼望，我要定睛仰望，仰望你荣光。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听好，上帝，我哋好感恩，我哋好多谢你，在我哋生命地步，神将嘅救恩继续成功。我好多谢你，主你冇从冇撇弃我哋每一年，你从起初你都纪念来纪念我哋每一年，在我哋生命地步，主你就系我哋好幸天嘅。我哋可能当中，我哋心里边要悔善，我哋可能在当中我哋有软弱，我哋对我哋嘅前进，我哋有带在一只默默嘅盼望。我就可能对我就见一个生命，我就时不时要转转，同样嘅一只犯罪嘅一只嘅光景，我就向主你来祈求，我就祈求上帝你来借着其他听众们来鼓励勉励我就，我就祈求我就每一个人嘅生命要继续不来敬拜你，我就祈求上帝你使到我就带着一个正确随时预备嘅心来面对今日嘅所有嘅问题。无论是政治，无论是疫情，无论是我们所面对到所有的环境，所变的一切变变，我们要带着我们随时一只预备的心来迎接，来面对，来预备我们主你再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到主你要神，你要将你的脚来赐给我们，我们要承受主你的上帝的脚度，主你一切是你赐给我们的信心，带着我哋要带着盼望，也在人生命地步，我哋要爱来持续继续生活，也求上帝来帮助我哋要爱心，彼此来包容，彼此来忍耐，希望我哋在人生命地步要做一个 ending。我多谢你主，你从我哋要提升落嚟嘅前数贴到贴五章，你都来带领我哋，我哋期待在贴五章保罗所讲嘅做一个恩惠，乃为做一个慈爱，来常常与我们同在。我求主到检视检验，你也一样将你的恩惠，你当时里面，当时要里面来祝福保罗，那么嘅个一般嘅同工们，你在检视检验，今日你也来赐恩惠，并我哋每一位主嘅孩子们，听我哋带着要盼望，听我哋带着一只信心，那么要慈爱来唱我哋生命地步，来唔单止持家修业，也影响我哋身边每一年，将一个福音在我哋生命地步发发嘅来发出来。多谢你主，使到我哋在你面前有一个 ending。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祈求祷告，阿门。我今日来领受上帝嘅祝福，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嘅平安，保守你们嘅心怀意念，使你们能够认识敬爱上帝，和信知我主耶稣基督。愿全能嘅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赐嘅福降在你们中间，从与你们众人同在。阿门。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福气侍奉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